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霍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医药没有治愈我的疾病，所以我更依赖于科技。据悉，国内目前大约1700多万视障人士，隔阻在社会的主流视线之外。1700余万是个什么概念？也就是大约每100人中有一位。而他们又该如何享受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呢？事实上，很多智能手机都加入了为盲人和视力受损的用户设计的辅助功能，但是用户要么得一边耳机一边避开周围的噪音，要不就会让私密信息被周围的人听到。对此，一款价格亲民且使用方便的盲文手表 Dot Watch 在美国问世。与其他大多数盲人专用智能手表不同， Dot 不依赖于音频提示， Dot Watch 的屏幕表面有24个可以上下浮动的小点，一次可以创建4个盲文字符，盲人可以通过小点的上下浮动来感知盲文的变化。Dot Watch 可以与智能手机匹配，通过蓝牙接收通知。当用户收到通知，手表会震动，然后信息会通过点以盲文的形式显示，可避免在公开场合令其他人知道讯息的内容。Dot Watch 的续航时间长达10个小时，还支持方便的无线充电。带着这款名为 Dot 的智能手表，用户便可查看时间、阅读短信或推文，甚至是电子书。此外，设计师伊萨·韦拉蒂还专门为视障人士设计了一款名为 Textra 的手机。这是这款手机屏幕没有色彩，而是一片灰色。事实上， Textra 整个屏幕是一个盲文显示器，所有信息都通过这个显示器以盲文的形式展现出来。当然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 Textra 意义不大，但对盲人朋友来说，这无疑是巨大的福音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